我在这祝您高潮年年不断。真的选对象是真的越来越难。基本的条件嘛，就算你不求他是什么，爸的好啊，家的爸爸，身体状况怎么样？身体当然要强壮了。几匹马力？这个菜上来了，你看，哎呀，怎么 size 不太一样？怎么了？老板，对，是 waiter， 我跟你讲，你是欺负我们是外地人是不是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啊？这个跟昨天那个 size 比起来差多了吧？对啊。哦，对不起，今天是斗牛士输了。捐赠金子礼盒。哎，对，有拿这个。啊、对，大家都在排队，好多人都在排队。哎，你从哪来？我那在聊天，结果中间奇怪了，插队中有一个女的。大家觉得，哎，她是不是排错了？您不该来这儿排队。您看这几个字，小姐姐。这两三年呢，是姜蕙这个外形啊，跟她的这个眼神散发女性的妩媚，外带您这个歌唱事业是如日中天，最高潮的时候。高潮啊！你意思是讲我今晚的唱情阿伯来过高潮呀？刚刚妩媚。跟我用戏言，我在这祝您高潮年年不断。